怎么这么难啊？嘿嘿，嗨，酷比贝贝，你们在写作业啊？对呀、啊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今天的功课就得今天做完。哇，你们真的很棒哎！啊，刚好我这里有糖果，请你们吃。其他的呢，我再拿去跟悠悠妹他们分享。那你们要加油哦 ，fighting！ 谢谢番茄姐姐。这糖果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菲菲。我只吃一小口嘛。酷比，这题怎么写啊？你看，这里有五颗糖果，你一颗，我一颗，就剩下三颗。所以呢，五减一减一等于三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酷比，你好厉害哟、哦！没有啦，酷比，你也吃一颗糖。谢谢，我等一下写完功课再吃。酷比，我看你这题怎么写？菲菲，你弄脏人家的作业本了啦！对不起了，棒棒糖的口水滴下来了。哎呦，你棒棒糖干嘛要挥来挥去的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每次都不爱干净，脏兮兮。我哪有？你才最爱紧张硬邦邦嘞，跟木头人一样。你才是爱赖皮的橡皮人。橡皮人，崴妞崴妞。那你是机器人、弹簧人、稻草人。哎呦，你输了。哼，我再也不理你了啦。干嘛生气？我也不理你了。刚刚的糖果真好吃耶。你们两个也在这里啊？那我们一起玩吧。哼，悠悠妹，我跟你说，我啊才不跟他玩嘞。谁要跟你玩啊？很好，以后有菲菲就没有我酷比。对啊，西瓜哥哥，以后有酷比就不要找我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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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番茄姐姐，这花送你。哇，这个花好漂亮哦！你送我好吃的糖果，所以我也想送你漂亮的花呀。别客气啦，不过还是谢谢你哦，亚米。番茄姐姐。嗨，酷比。嗨，亚米，我们来玩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约了菲菲来野餐哦。你也一起来玩呀！什么？菲菲，拜托，我才不想看到他呢！哼，还没有和好啊，怎么办啊？一加一减一等于……悠悠妹，这题你会吗？我也不会耶，不然我们去问酷比吧。要问你自己问，我才不要去嘞！哼！哎呦，酷比跟菲菲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和好啊？哥哥，你怎么啦？酷比和菲菲吵架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哎呦！悠悠妹，亚米，快来快来！我跟你们说，我有方法了，待会儿我们就……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不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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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听我说。亚米怎么了？哥哥哥哥他……悠悠妹，他怎么了？哎呦，你们赶快跟我来啦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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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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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哥哥，哥哥！哎呦，哎呦！
妹，你怎么了？我伤心过度。菲菲和酷比，一个是左手，一个是右手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好心痛。哥哥，悠悠妹，要怎么样你才会好呢？对啊，只要你会好，我们什么都愿意做哟。真的？真的吗？除非你们和好。哦，悠悠妹，你都骗我们。菲菲，我知道了啦，悠悠妹和雅米还不是希望我们和好。菲菲，其实我早就不生气了。我也是，酷比，对不起，下次我口水不会再乱滴了。终于和好了，好朋友，握握手，耶！计划成功。小朋友，好朋友在一起，互相关心，互相体谅，是很重要的事情哦。嗯，朋友的无心之过啊，我们要试着原谅，这样子呢才不容易吵架，而且也不会让自己生气哦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出发去野餐了吗？当然喽，走走走 ，Go！ 耶，野餐！你要吃点心喽，太棒了！你吃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羚羊哥哥，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喜欢的话，请按下订阅键。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请看这边。